面包客家学堂，今日讲春茶。今天客家学堂要讲的词语是这个春茶，是客家人都喜欢在春天去保养汽车吗？不是，那是春天郊游听着白色风车吗？不是，听我解释，好好提高你的文化素质。春茶，进口下发黑春茶，唔咩先咩，讲得冇错，你的确冇眼花，你个是可以突行，趁机也突咗春，客家词你也要多认识，安你爱食得欢。有冇听过春见、春烂见同春台？春台哦，超起两个叶春，同人间讲拜拜。所以春茶嘅春也系春摊表态，唔同状态。定系来搞你识字用法，定你学到行过开。哇，你咩屌色咯？讲话讲唔春茶，哎呀，螺丝好多，今晚也打唔春茶。哎，做咩攞咗咩你时装通道按春茶，一瓶烤卡龙二十年咯，今晚饮几七条春茶。那我已经解释好春茶，而且讲闲教唔春茶，可能你唔咩客家，冇问题，慢慢学，包过唔上而家错，太假唔听唔学，客家舌传争气最大喎，大哥。抖音。